今日大家请坐。啊，各位同心，大家早安，老早。啊，我叫做潘良华，吼、哦，住伫水边的番，吼、哦，平埔族的原住民，嘿，对，85%以上拢是平埔族，啊，无就是高山族的这个台湾人，吼、哦，啊，咱唔好忘记咱的国籍，咱是日本国籍，只是暂时这个日本国籍被悬置，吼、哦，啊，所以。2006年10月24日，秘书长带228个人去告美国。地方法院甲咱联邦的地方法院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吼、哦。那么台湾人要有国籍，就要靠咱台湾民政府，靠咱姐姐，吼、哦，咱才同心做伙来拍拼，吼、哦。那么法律的论述，咱一定要先甲研究的好势，吼、哦。较袂惊唔到路去，吼、哦，较袂像台湾即个独派，哦，中华民国民进党，哦，发拍，哦，独明即个人，甲咱带60几栋，带甲去崩壁，哦，惊无路啊！已经到尾20年，我毋捌看因有新的论述，但是咱林志成秘书长一直拢咧写文章，一直有新的论述，哦。一直带咱咧向前行吼，啊，我甲伊的一寡资料甲有整理起来，吼，啊，咱来了解一下吼。我即种我即个物件拢是为秘书长吼，伊所写的即个册所发表的，即个甲整理出来了吼。有一部分是咱为咱的官网，还是迄个《自由时报》的电子报啊寄来吼。OK， 啊，咱。看看讲讲来个了解啦吼、OK ，好，啊，这是我要讲，等下要讲的一个目录哈、OK。那么，首先我来讲，中华民国民进党，哈、哦，拄啊成立，1986年，哈、哦，拄成立我就加入吧，所以我是我那资深的民进党的党员，哈、哦，对民进党有足大的寄望。那么结果，徐明德跟柯信良咧做党主席的时候，哦，一个要啉和解咖啡，啊，一个要大胆西进。徐明德咧讲和解咖啡，就是讲要跟中国党、中国人，所谓遐外省中国人吼，要和解。但是你，咱是被受迫害者吼，中国人28事件。台湾台湾人的精英，或者精英差不多30000人，是日本政府开50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伊甲咱这精英拢抬死，啊，伊无甲咱回失的，吼、哦，啊，咱竟然徐明德热脸要贴人的冷屁股，要招人啉和解咖啡，吼、哦，这口气我吞袂落去，好、啊，过来柯信良讲要大胆西进，要甲台湾的资金技术。拢赶去中国，吼、哦，去等于资助，吼、哦，即资肥啦，吼、哦。即那伫两蒋的时代，即爱掠，那无清算嘛，去掠到关甲生杀母，吼、哦。吼、哦，大部分拢是爱骗骗啊，吼、哦。所以这两个做党主席了，我作希望我着准点点离开民进党，无咧参加伊的活动。我无偌久煞看到。哦，佫有新的一个政党成立，叫做建国党。哇、哦，啊，这目标有够明确，简单明了扼要。啊，我就是要拼建国，啊，拄好这个党成立，义不容辞。哦，所以交10000块，你要加入因的永久党员，哈、哦。我、啊、但是这个建国党是足好的一个党啊，因大部分拢是师资辈的人所成立的，拢教书。教授、吼、哦、工程师、医师、律师、法师，哦，拢是即款师资辈啊。啊，伊即个程度遮悬吼，所以中华民国的即个民进党惊着。伊讲啊，若即个党许壮大起来，我民进党就免人啊。因为民进党拢较
草根性，哦，拢较一般的普罗大众。啊，即个拢各地些分子的建国党，我绝对拼输伊。结果伊想一个干巧的步，伊用人头党员吼，千几个入去加入去建国党，然后要求开临时大会，吼、哦。定选这个党代表，这个干部，啊，做规个做迄个兵盘的，做迄个渗透稀释了，原底这个精英，做等于迄个出卖就对啊。结果，这个建国党总一直没有作为，甲即马呢，剩一个名尔，吼、哦。啊，这你话，如果民进党你若真正爱台湾，你应该要。让好只个较高知识分子来带领咱台湾嘛，你哪会私心为了你党的利益，甲只个另外一批台湾精英等于完啊？虽然无抬头不抬死，但是你等于甲因要替台湾出力的，一力吼，你拄啊那个右后脚甲右条会惊袂惊吼？这是我唾弃民进党的所在。所以我就敢那认真去种我的树啊，吼，日子也过得蛮舒服的。但是一直到有一天，因为我逐天拢爱为高雄树开车去屏东吼，去我的果园吼，我咧做园艺吼，伊啊做工课。啊，迄阵高雄树咧做捷运，拄迄个中正地下道要崩去，所以我拢爱走，嘛爱走电管。啊，走电管的时候。我所发现吼，我看到这个机啊，哦，插五六机伫路边，我就想哦，啊，这美国的直销公司要来台湾开分公司，嘿，我迄阵的想法是安尼啦，无甲想遐济。啊，今日看《自由时报》，看了有刊报纸，哎，啊，有看到这个机啊，啊，搁伫买武，迄、那个公司的武庙要演讲，吼、哦、啊，当然我那有一个。频道吼，讲十点到十二点在时啊吼，有咧演讲，有咧迄个广播节目，我甲准听，哎、欸，哇，这味堪怕会下呢。好啊，迄礼拜拜六就讲要带每位演讲，好，我就迄暗就走去啊。拢发这个这款机啊，发射机啊，我就行啊，怎么听？叫到咱秘书长，伫高雄市要选市长吼，咧办个演讲，好。第一个听到演讲，迄、那个气势，足像阿扁啊咧加迄个两千年咧选举迄个气势，吼哦，迄天我本来我拢对政治拢冷去啊吼，迄天迄个秘书长插一个烧起来，烧到93.9度，到今还袂发烧咧，还袂退，烧到今嘛，吼、哦，我迄天机啊，等我一家手咁要断去，吼、哦，足欢喜，因为我伫民进党。伫建国党，我都得到的答案，拢伫秘书长遐得到，啊，所以我足钦佩伊吼，啊，所以我也对伊对真难。好，啊，咱即马来看，到底咱台湾的主权目前的现况是啥款吼？咱来看，伫1945年九月七日时，麦克阿瑟来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吼、啊、来占领台湾。那么，但是伫1949年，中华民国国民党跟共产党吼咧内战，结果伊战输，所以败退来台湾。啊，伊即届来是武装的难民，即摆来这是合法来哦，但是即摆来这是非法入侵，这个咱个分得清楚哈。啊，讲简单嘞，就是为迄届蒋介石。等于引进差不多200万只的猪吼，来予咱台湾人饲，饲到即马饲60几年啊，袂杀得，吼。即个武装难民来，咱台湾人无武器，所以毋敢甲反抗。吼，因伫1947年二二八事件，咱的一寡头人吼，有领导能力的，拢伫二二八事件又杀死啊，吼。啊，即嘛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中华民国是美国的盟友、盟军，哦，咱也会记讲，咱台湾人跟美国
当时是死对头，好啊，所以美国原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一届先合法和蒋介石部队入来管台湾，占领台湾，第二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和这些武装的难民过来台湾糟蹋咱台湾人，好。我来到2006年啊，十月时，咱秘书长去控告美国，哈，啊，伊联邦的地方法院伫3月18日判决，哈，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还可以，但是会当上诉。照讲这个消息，那传到啊台湾，台湾爱发生地动，哈，台湾人一定会研究讲是安怎台湾人无国籍，结果咱的消息拢向国民党。甲咱暗看，因为所有的媒体呐，头90%拢伫中国人的手中。咱若台湾人，你要去考联合报，还是中国时报，还是三大电视台的记者，好，你若总讲考试有入去，伫咧面试，还是咧看你的资料时，若看到你是本土台湾人，你是做一般的记者呢，好，你无法度讲。一直升你要到伊个管理阶层做经理级的，无可能。好、哦，啊，你台湾人伫外口所造的新闻，写礼拜到报社，因遐个中国人拢伫做经理级的，做总编辑级的，伫遐咧审核的是，那看你这写了对中华民国对因国民党有负面的，伊拢唔甲你报。啊，所以咱台湾人无国籍，联邦地方法院甲咱判。咱台湾人拢无在看这个消息，好，所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好，好。啊，伊这个咧讲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号命令，迄个时间点，原来要搁带伫台湾遮个咱阿公阿妈因迄代人，好。迄个时阵，中国人阿袂入来。9月7日，敢若发布呢？发布了，甲美军用军舰去载中华民国的军人哈，甲一寡公告人员过来台湾哈。啊，迄个时间点，所有的住伫台湾的人，差不多拢是本土台湾人啊，只有少数的外国人哈。所以伊的后裔哈，拢会当变作本土的台湾人了，对啊。啊，过来2009年4月7日，高等联邦高等法院的判决，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哦，就是讲即马这个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伫外国人吼，其他的国家大部分拢无甲承认哈，因为1971年中华民国就已经伊的伫联合国的代表吼，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出境，哈，出联合国了哈。啊，台湾人佮目前佮活伫政治炼狱当中，你会有个人经验也较好，伊讲那有我感觉活了足好过啊。但是你若佮想讲，你为你的生活为透早起来，你所啉的豆奶，吼，还是牛奶，还是所谓西提咖啡，内底拢染啥？那毋是塑化剂，或者无得顺丁。西二酸哈，啊，那么你做加油，你开车也好，骑多巴也好，你看当时阿扁啊咧做总统时，油价上悬是美金一桶，原油147块，那么迄阵的油价嘛，才差不多28块几呢，哈。但是你看马英九即马，伊的进目前油价。世界的行情一趟到102块上下，结果咱即卖买加油95的一粒，甲要35块。石油世界行情剩落来剩102块，但是伊你看，伊敢若加卖较早147块的时阵，佫较悬，吼，然后阿扁迄阵较俗，吼 ，OK， 所以咱台湾人。伫这个环境之下，吼，你甲看像洪仲秋这个面啊，中国人都无甲咱台湾人，吼，本土台湾人去做兵，甲当作宝贝安尼，吼，咧训练。OK，
后来2009年七月七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受理本案，因为咱去上诉嘛，哈，上诉最高法院，啊，这是头一届本土台湾人伫第二次世界战后向美国太平洋战争这个征服者美国，哈，伊个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以及旧金山和平条甲美国个宪法来提出告诉。各个美国这个国务院派出来这个律师哈，安尼变个几条头安尼摸咧烧，因为呐，另外本案被告美国的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表示咱各位拢对哈，啊咱各位这个法官拢真认同咧，啊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讲。哪个继续在最高法院咧辩论咧攻防，有足侪美国国务院较早所做诶龌龊诶代志，哦，对台湾人无诶人权有伤害，即个龌龊诶代志又显出来，所以啊伊啊行政部门伊啊足侪代志还未准备好，所以赶紧放弃抗辩权，哈、哦、，OK。啊，即哈差不多讲诶，就是讲咱。原告所讲的拢对哈，啊，美国政府对咱所告诉的哈，的法律见解拢总正确啊，国防院也在讲全部确认哈。啊，伫结果的这个10月7号，联邦最高法院就宣布讲搁置本案待审。哦，美国伊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哈，伊司法部门。有独立审判的能力哈，迄个，但是美国人嘛是美国人，伊嘛是爱考虑美国的立场甲美国的利益，所以伊搁置本案，往那里等国务院行政部门伊那拢准备好势，这个案会阁提出来定审理。吼，爱的时阵就差不多咱要执政啊，因为最高法院。阿表无地替啊，顶法院会当替予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替予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唔敢随判，因为行政部门阿未准备好。啊，譬如讲，美国要将60%的军力要刷来亚洲亚太地区，吼、哦，11架航空母舰有6架要刷来亚太地区，啊，这个动作，譬如讲关岛的迄个空军基地，吼、哦，伊遐关岛要设立一个超级基地。因为琉球本来这个基地是军用军用，但是即马中共伊发展这个较长程、中长程的飞弹已经会当射到琉球，所以琉球的基地变成较无遐安全，所以伊要撤退到迄个关岛去吼。啊，这个、超级基地也袂做好的时，这个本来一直会搁置，搁置到美国拢准备好啊。含韩国、含日本、含菲律宾，拢军事演习好势啊！要献牌啊！阿强，你若要批评、要拍，无要紧，我拢准备好啊，机器拢穿好啊，哈、OK ！好，啊，这来讲就讲，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诸多刑事不再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欢迎要求以后爱依照依法啊。注意，这依法正确行事，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行事。咱必须定来讲，咱爱甲台湾的主权的地位状况，爱回等于历史原点，就是旧金山合约所讲的。旧金山合约是51个国家签署，有48个国家上等于因的国会有通过。好，那么这个才是正确台湾地位的这个。所在哈，台湾关系法啊，咱是为咱台湾民政府角度来看，这是对咱台湾人不利，因为伊是保护着住伫台湾顶管遮个人，即个包括保护着中国人吼，遐1949年彻底掠来到遮，包括伊个后裔哈。啊，那么旧金山合约伊是讲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干呐讲本土台湾人。咱来为旧金山合约家来，好。那么，咱秘书长咧控告美国这个案件内底吼，被告的律师是
美国国务院所派出来的这个 Patterson 哈，伊伫联邦法院答辩，伊讲美国无拥有台湾的法律主权，注意讲这是法理主权，哈。啊，这安怎解释？其实确实因为咱美国伫旧金山和平了，就敢那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治理权。啊！伊所放弃的，敢那管辖治理权，就表示伊所放弃的管辖治理权，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但是伊主权并不放弃，主权嘛是要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就敢那讲，咱去甲银行借钱，啊，所有权拢抵押伫银行手里。那么即马日本就等于甲台湾的管辖治理权暂时交予美国，吼、哦。啊，另外一个讲法就讲，比如讲你有一家地，我甲你租，啊，咱签约，吼、哦，啊，一年比如讲爱十万，我甲这钱交予你了，你就放弃迄块土地地上权、管辖权啦，吼、哦。我判量话要带电缆、要种山、要种来，你就知我种啊。但是，比如讲咱若签五年合约，五年到，你若不爱去租我。哦，你就把这个电管的管辖治理权收回去，吼，啊，我就可能把电管的物件看爱挪走，吼，物件爱搬走，吼，所以我给你租，你并无把所有权证过户给我，对不对？同款啊，日本放弃台湾的管辖，吼，治理权就是地上权，给美国来管，啊，美国佫委托中华民国。哦，蒋介石部队来管，这是一个，敢那地上管辖权有变更呢，所有权证无变更，还阁是日本天皇的哈、哦。来，那么1945年的4月，找日本的天皇下诏书，大日本的帝国的宪法在台湾实施哈、哦，这就是诏书。OK， 其实伫1937年，日本伫台湾咧实施皇民化。内地一统就是讲，在台湾人诶，清查，吼，拢爱看日本港湾，吼，啊，食日本料理安尼吼。那么，四月七这个天皇诏书在台湾实施了，吼，就会将在台湾咧征兵啦，吼。这就有一个主权的象征，就是你这边的人，你要有效忠的对象，吼，啊，咱的效忠对象就是天皇啊，吼。那时阵台湾人嘛有参政权跟参战权哈，啊参政权就是台湾会当派五个众议院的人，啊加三个参议院的人去日本的国会参加议事哈。啊，那么台湾就是因为安尼依法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都拄啊跟大清帝国对伊的辽东半岛同款，是伊的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迄阵马关条约签的时，把辽东半岛挂予日本，吼啊，其他三国抗议，吼，对，这个苏联，吼啊，德国、意大利抗议了，佮签一个辽南条约，佮个幸福大清帝国，吼。好，而且蒋介石只是代理美军暂时来占领台湾，暂时的呢，吼，伊袂使永久。占领啊，这是一个国际委任的关系呢。好，啊，这一定看吉田茂跟杜鲁斯因咧开旧金山合约草拟之前，也内底文章拢有讲的哈。来，咱是讲，现在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内底，还佫有39000的台湾的英灵，底下咧用日本人咧祭拜哈。啊，这就是咱2011年到2012年拢有去。靖国神社，吼、哦，去甲祭拜。那么，咱台湾民政府这些人去，伊是用这个真高规格，吼、哦，来甲咱接待。一般因日本人，那去到这个靖国神社，是到门口，吼遐，吼、哦，拍两个扑克，行一个，就算祭拜完成。咱是迄个，请你要到内殿，伫遐做看因日本的。总理内阁因咧秋季的时哈，咧祭拜咧规格同款，
而且咱佫予咱入去到上内底内殿，直接入去到内殿，伊也佮祭拜咱的英台湾英灵，哦，啊，这是超乎阮当初的想象，哈。好，那么咱读历史拢读到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但是咱拢毋捌看到伊的内文，好，啊，咱即马来看伊的内文，好，伊讲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兼大日本帝国的陛下。拢天皇帝对皇帝所签的，所以台湾这块台湾甲朋友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哈。OK， 那么当然皇帝无可能亲身出马，所以是大清帝国派李鸿章，哈，啊，甲伊个囝。那么日本是派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哦，兼这个外务大臣陆奥忠光，哈，因代表天皇出来签，哈。OK。那么，这个内文马关条约内底文章所讲的第二款有讲，大清帝国将下开地方之权，伊内底堡垒啦、军事武器、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予日本主义，永远拼无形的哦，对不？所以即马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讲要阁甲台湾退转，这是无可能啊！哈，恁阿公都已经卖人啊，即卖已经传甲囝，你还阁咧回讲，即块地较早阮的，哦，啊，当然第二项、第二款、第二项内底讲，台湾全岛甲所有附属国的属，哦，这个当然包括钓鱼台、绿岛、蓝屿这东西的哈。啊，个澎湖列岛，啊，澎湖列岛有经纬度中间的主导员平和遐，我那哦，几啊数十页倒了哈。OK， 马关条约第三款，伊内底佫有念地图哈，啊，所有的疆界啊，这疆界哈，因为讲，伫这个本合约批准互换了，两国还佫派两个官员。社会来共同划定疆界，哈，就地踏干。咱民间呐，土地买卖，拢爱请地政事务所派测量员来出来鉴界、定界址，好无？一般的民间的土地细细底下都爱遮慎重，佮何况国家的土地的割让，哈，而且一定爱就地踏干，哈，甚况有对几条都是属割让的，哈 ，OK， 过来。日本批准伫两年以后，好，这个合约生效两年以来啦，哈。日本准大清帝国领有的所在，就是台湾甲平哦。伊内底人民若要迁徙去别个所在，哈，会使变卖你所有的产业，哦，退出界外，退出台湾甲平哦，哈。但是满两年了，你若无迁走的，所以把你当作日本的臣民。好，来给你管理 ，OK。那么，咱来比较讲有关台湾地位国际条约啦，哈，法律还是宣言，因的位置来个做一个比较 ，OK。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约，这两个国家所签的，哦，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那么，旧金山合约这是多边条约，哈，这有51个国家签署。过来，这拢就较低啊！哈，台北合约，这是美国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签，因为中华民国迄阵等于是跟美国是盟友哈，盟军，所以日本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签啊，伫台北签的，所以啊，公资合作台北条约。但是这个条约是爱以旧金山合约做母约，你所签的条约袂使超越。旧金山合约这个母约，哈，啊，但是这个台北合约搁伫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伫1972年建交了后，出来失效去啊，哈，因为日本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台北合约就失效啊，所以即马马英九定下咧提台北合约出来咧骗讲，中华民国是依据台北合约，甲台湾甲澎湖收归回归台湾祖国，哈。这是错误的。再来，美国台湾关系法，
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所以伊的位阶也较低。好，啊，过来开罗谎言，啊，这个佫较慢讲啊，迄种骗人的哈。OK， 所以咱爱回转来这两个，就今咱回去看马关条。马关条约所讲的是日本天皇拥有台湾澎湖的主权。OK， 就今咱回去跟他讲，日本政府放弃台湾佮澎湖的管辖治理权。OK， 所以台湾的真正的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美国军事占领，流亡中华民国代理中。好 ，OK， 来，啊，咱即马来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的依据啊，甲迹象，足侪人哪有也无看到美军咧占台湾啊？好，好，啊，咱来看美军安怎伫台湾用伊的有啥物法律的根据？哦，这头拄我讲过哈。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这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在1945年8月10日，哈，由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和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在这个日本的东京湾，哈，密苏里舰顶馆的受降日迄天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美军接受在台湾的日军导航。注意看，命令蒋介石，用命令，哈。这是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伊是盟军总司令，那么蒋介石伊只是迄个中国战区的元帅，哈，位阶较低，所以用命令，哈。那么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伊是征服者，依靠权力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就是讲啥物人去占啥物所在啊？譬如讲美军就去占韩国北纬38度线以南，好啊。那么北纬38度以北，即系日本兵爱向苏联的远东军区的司令、总司令导航。啊，当然包括东北遐哈，满洲国遐拢向苏联远东区的司令导航。啊，那么越南的北纬16度以北。嘛是向蒋介石所派出来将军吼导航，吼啊，当然嘛分配和蒋介石的部队来占领台湾甲澎湖，我这是因为美国的麦克阿瑟是盟军统帅，所以用命令的方式哈。OK， 好，过来，好，这拄好那讲的，就今仔日第二条，比日本敢那放弃台湾甲澎湖。伊的管辖治理权，第23条 A 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而、啊、且、這個、日本当然就包括日属台湾哈。迄、哦、阵的台湾嘛是算战败哈，真侪人讲咱抗战胜利，咱8年抗战胜利，哦，这都有国民党甲咱误导伊啊哈。好，啊，另外对日合约的拟定。包括跟迄个在一个国家的同盟国咧协商，拢是杜勒斯咧主导跟分配，啊，啊，这个是杜勒斯是美国的总统甲聘任的，啊，到尾啊，这个杜勒斯就做个美国国务卿，哈 ，OK， 好，啊，过来来看台湾关系法伫1979年的4月7日，佮订立，但伊追溯到1979年1月7日生效。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依靠权利甲义务来订立。咱拢毋捌听到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好，为遮来看，就是表示讲美国，你看，伊是安怎4月7日甲订立，伊这是参众议院吼高票通过的国内法啊。那么追溯到1月1日，就是讲因为。迄阵1月1日已经跟阿强啊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啊，这断交了吼，等于迄个麦克阿瑟的迄个命令等于断去啊嘛，啊，美国已经袂使去承认中华民国啊嘛，吼，因为联合国嘛，伫1971年，甲蒋介石的代表已经踢出联合国啊，哈，啊，所以伊爱赶紧订立，啊了爱去追溯来到1月1日，等于甲麦克阿瑟的1号命令个衔接起来。
好，那么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的 B 之六，甲 C 有规定讲，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甲人权以及经济制度的稳定。哦，就你看台湾的人民安全、甲人权，啊，甲伊的经济制度稳定，这是美国严重关切，所以特别甲写入伫台湾关系法内底。啊，这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好、哦，伊当然有这個权利，嘛有迄个义务爱来保护台湾人民。但是这电文说下来，台湾人民是写 the people on Taiwan。哦，所以这个台湾人民的包括中国人来走路来台湾，这拢由美国保护着啊。哦，所以咱台湾民政府以后咱要要求美国爱废止台湾关系法。真侪人拢认为台湾关系法哦，好佳在有台湾关系法，咱台湾较会安全。其实唔是，咱干那有旧金山合约都够啊，好、哦，免阁特别设这个台湾关系法。好、哦，这台湾关系法定义主要是会保护着中国人。好、哦，啊，咱过来看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护台湾。迄个时阵就是李登辉跟彭明敏咧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吼、哦，啊李登辉讲两国论，吼、哦，造成阿强阿去批评了，吼、哦，迄朱镕基伫迄个演讲也是讲台湾会死得很难看的安尼，吼、哦。那么是安怎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吼、哦，这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依照台湾关系法。伊为着头拄仔所讲诶，台湾人民诶性命、财产诶安全，吼，包括人权，包括经济制度稳定，因为美国迄个阿强阿咧下飞弹，等于甲咱海禁、甲咱海上封锁，国外船啊、商船拢毋敢运物件入来，吼，啊，即造成咱诶生产链诶断裂，吼，咱所做诶电子物件也送袂出去，国外。一寡物件也送袂入来，吼，啊，这个影响着台湾的经济的制度，吼，啊，所以美国主要派两架航空母舰来，因为我那惊擦枪走火，吼，好，啊，过来来看，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有对台湾有六项保证，哎，啊，这是因为美国要跟阿强啊签8·17公报进行，吼，迄阵台湾人心惶惶。因为足侪人拢烦恼讲，台湾的心内迄个美国出袂去，吼，甲咱袂好阿强啊。啊，所以迄阵足侪人拢咧办移民，吼，迄阵人心惶惶。啊，所以迄阵蒋介石就要求外交部门去跟美国白宫了交涉，讲是毋是你要发布一寡振奋安迄、那个安打台湾人民的。这个新的这个文告出来，哈、哦，啊，所以美国雷根总统就用这个六项保证来安搭住伫台湾顶管这些人民，哈、哦，啊，来看伊所讲的是啥物，哈、哦，第一，伊讲美国无意是要对台湾的军售来设下杂志的日期，哈、哦，过来。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来参详哈。第三，美国未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啊，你要注意讲，伊家拢一直讲对台、对台，这个台湾是台湾治理当局，是美国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因为。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美国的国务院有向伊的所有的驻外使馆、领事馆发文，以后袂使伫公开的场合跟中华民国的官员做伙出现，吼，也是食饭，吼，啊，所以伊已经袂使讲中华民国啊，所以即摆拢讲对台湾军售，对台，啊，迄个台是台湾 authority。台湾治理当局，哈，代理台湾当局，哈 ，OK。过来，就是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啊，因为
真侪人拢足惊讲，若无这台湾关系法，台湾的迄个阿公阿退，吼、哦。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中介者，美国未施压力压迫，和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讲的，讲伊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哦，美国无承认讲台湾的主权伫中国的手里。OK， 好。啊，咱拢毋捌听过讲其他的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也是承诺，对不对？这代表讲，咱台湾朋友跟美国的关系足密切。所以美国爱用保证，爱用承诺，啊，这就敢那讲男女朋友，吼，啊，你要叫伊嫁你，啊，查甫一定爱开条，跟我讲，啊，我一定结婚了，我会对你做好，啊，逐个月拢5万块，互你买衫裤，去买化妆品，安尼一直甲承诺，吼，安尼较要嫁你嘛，吼，一定有某种关系啊，就好到一定有一寡。会当讲要，会再讲要嫁娶迄个程度啊！吼，台湾一定跟美国有相当的关系，吼，无啥物代志拢美国说了算，吼。好 ，OK， 过来，咱来看讲，美国讲讲台湾毋是国家，这是2004年十月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讲。鲍威尔就迄阵1990年迄阵波湾第一次波湾战争迄个指挥官，吼，迄个话呐，非洲裔的，吼。欧人 ，OK， 啊，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哈、哦，台湾嘛唔是一个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哦，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台湾管的话是美国国内法，啊，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卖代理，那个台湾伫咧东京咧代理中，啊，你看这境外的国呢，这个向我看怪怪哈。哦台湾是在美国的境外，但是美国用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来管台湾。好，安尼了解不？啊，这嘛，这个台湾跟琉球跟我那里有同款同款，哦，等下我来讲的哈。好来，啊，你看美国是一个中间人，台湾当局的总统哈，都不论是两蒋。啊，李登辉、阿扁啊、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脸色啊、哦。美国对台湾拢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哦、啊，咱来看讲，2000年阿扁啊，第一个选的总统，伊要去你就任，伊去你讲四不一没有，哦，啊，这是受到美国操控甲指导。我、哦、2000年阿扁啊选的总统，阮这独派足欢喜，我拢哇啊，台湾人要出头天啊！拢足期待，寄望5月20就职阿扁去里要讲啥？结果伊甲你讲四不一没有了，阮只独派拢在倒向遐，够失望的。吼、哦！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总统就任就职的时，去里讲啊，我无要做这個，无要做那個，无要做、這個。人一般去拢嘛讲，我去来一定要甲台湾带去外好的理想，家园哈，要甲台湾人，好台湾人会当幸福快乐的日子哦，要甲台湾变作一个观光的圣地，拢无工业污染的好所在，好趁钱的所在。结果唔是，是不一没有。啊，咱来看伊讲什么对几项。第一讲不宣布台湾独立。第二讲两国论无要立宪法。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第四，无要变更国号，过来讲无废统一纲领，啊，国统会问题。啊，你看，不，啊，咱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哦，哦，拢党拢无要做，啊，是要做啥？你嘛甲我讲者，我无啊，无是要做啥？啊，你当初唔是拢讲，台湾要独立吗？哦，啊，讲到尾也煞变做。当然，阿扁啊，1999年迄阵，因态度当刚就迄个开始咧改变啊。哦，
把伊个迄落台湾前途决决议文啊，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中华民国，吼、哦。啊，这落作者哪里啊？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本来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哎呦，阿扁啊，人家读法律的吼，竟然搞不清楚状况，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等于免费奉送台湾和中华民国，吼、哦。啊，这个委任占领授权书吼，就是讲，1979年以前，美国还阁承认流亡的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1月初，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吼，所以美国爱制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替代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吼，其本质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吼，啊，这都爱跟麦克阿瑟的一号命令来连结了吼。啊，这讲的，即马咱这讲的拢是较属法理的哈。啊，干那会当讲台湾治理当局，未再搁讲中华民国吼，都拄好讲的。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继续统治台湾啊，吼，伊只是换一个名，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吼。无论是李登辉也好，陈水扁总统也好，拢是咧做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啊，美国甲称呼台湾治理当局。诶，总统 ，OK， 好，好来，咱来看2008年诶年初，玉山四号诶政经并推，阿扁啊，总统邀请马英九，迄阵马英九已经选到总统啊，哈，但是马英九拒绝了，但是 AIT 诶处长迄阵叫杨树立哈，跟美军官员已经坐云豹装甲车入去横山指挥所，这横山指挥所是等于咱诶上观看诶。指挥所，吼，啊！咧演习伫啊咧兵推，你看美军官员会当入去，迄个上机密的所在，外国人会当入去，這代表啥意思？台湾根本是美国的占领地啊！伊当然爱来甲你视察，来甲你督导啊！看你政经兵推推了有没有推的好不好？哈 ，OK， 好过来，迄个美国下令。多销，迄车轮牌，迄个国会各式军事武器，啊，咱来看，迄去年的这个汉光28号演习有无？你甲看，因这本来有只有一个 logo， 迄个痕迹有浮雕呀，但是拢还阁看有吼，这个痕迹，迄原底拢是一个车轮牌的国有大理遐有无？啊，这嘛拢依稀可见吼，这拢要依稀可见。啊，这嘛是，这本来有车轮牌的 logo 吼、哦。啊，这是讲，现在美国会叫因来涂销，就是咱秘书长甲告啊。你若无叫因涂销吼，我甲伊告，因为你甲你讲的恐怖组织的三要件来，伊讲第一，唔是国家，恐怖组织第一，唔是国家，第二拥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啊，你看，宾拉登唔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斯兰回教的教义来吸引遐恐怖组织遐激进分子来予伊指挥吼。后来啊，中华民国毋是国家，中华民国阁有武器，阁是你美国卖伊的。中华民国伫当地叫咱拢去替伊做兵。诶，咱台湾人，咱是日本的台湾人呢。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咱日本咧跟中国咧交战的呢，咱是敌对的呢，伊哪会使叫咱去替伊做兵？吼、哦，你讲美国去拍琉球群岛，去占领琉球群岛，敢有叫琉球的日本的琉球人去做美军？无呢？2003年，美国去攻打伊拉克，吼、哦，伊美联军去甲占领了。美国刚好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无呢？哦，你甲伊拉克的人嘛拍足侪人拍死，伊拉克一定介侪人都分离的。啊，你叫伊来做美军发武器给你，伊拄啊甲你的指挥官拍巴死，好、哦。但是咱台湾人奇怪呢，做兵受了委屈，足无架势，拢咧自杀。那也无讲，啊！到我要死啊，我都已经唔惊死啊！我死都不怕了，我上大，
甲指挥官遐恶质个遮指挥官，遐甲你糟蹋个，你要死以前无嘛，堪伊拼一个命呢？啊，拢家己先死方看，有够无价值个哈。来，啊，咱来看台湾甲台湾台澎金马，家己 WTO 是美国个协助，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来加入的。啊，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意思是啥？就是军事占领区的意思啊。哦，啊，你看，咱啥物代志都，咱要加入国际组织，都爱美国来跟咱斗三工。是安怎美国爱来跟咱斗三工？哦，因为伊有迄个义务，伊有迄个责任嘛，哈、哦。因为上届要咱占领，哈、哦。过来，阿扁啊，要留任进程有刺杀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哈。这中央社所报的哈。这个国防新闻周刊报道，陈总统要下令前一两个月，下令刺杀一粒中程飞弹，随引起美国的关切。美国随派一名国务院的官员，特别来到台湾的国防部来查证。迄阵的国防部的部长叫做蔡明宪哈。伊讲，美方对台湾刺杀飞弹感到关切，一名美国国务院的资深的官员，隔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讲声，问看伊讲有刺杀飞弹吗？伊讲有，干那刺杀尔，还袂正式生产。伊当时保证，台湾的飞弹只是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一个国防部长就要向一个美国的资深官员爱讲保证，讲我这袂杀你，我袂拍。诶、欸，啊你，无你就发展那边从啦。我发展这个矛，无我唔是要去讲攻击迄个盾，啊，这真系矛盾，吼、哦。啊，伊爱讲保证无要去讲攻击，来向美国一个小小的官员做保证，吼、哦，啊，表示讲你看美国的涵偌大，干那国务院派一个小官员，都啊，也在叫咱的国防部长吼。哦台湾伫咧东京个国防部就讲，未来阮袂乌白敢拍哈。后来咱来看讲，互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个国家有即三个：韩国、日本、台湾。啊，足拄好，即三个拢是美国个占领区。到进日本嘛，要美国咧占领；韩国、台湾拢要美国咧占领，啊。捌听驻韩美军、驻日美军，好吧？台湾即马较少听到讲驻台美军，较早清泉岗基地吼，迄阵韩战要咧战的时候，1979年以前，台湾拢要作为美军咧吼，也个美军顾问团，好吧？啊，爱管制内容是啥？咱来看飞弹的射程。你讲韩国，伊以前。美国拢个限制，你个飞弹干来当做射300公里，吼、哦，啊，迄个无多射到亚利江较远迄个所在，吼、哦，北韩个较北边就射袂到。那么最近美国有开放，予韩国个飞弹会当做到500公里至800公里。伊讲你若要做800公里个，你个弹头干来一百会当，那做800公里的是300公斤，好，啊，你若做500公里的，会当做较大粒500公斤，哈，美国有安尼个限制。过来，核武的研制，另外，这三个国家目前拢无原子弹，哦，拢无核武器，哈，这是美国咧管制。中华民国蒋介石偷偷咧发展核子武器。哦，伊伫这个中科院，哦，核研所咧发展到特别成功啊。但是迄个核研所内底副所长张献义，哈、哦，伊是美国吸收的这个 CIA 情报人员，哦，伊伫要成功进行加一寡重要资料炸来，哈、哦，伊甲美国报告，哈、哦，美国甲安排伊去美国，哈、哦，脱离台湾去走去到美国。美国随
派官员陪同国际能源总署的人，入来台湾，甲中科院遐核能发展的遐仪器设备，哦，拢甲拆走，哦。啊，你甲想，如果伊若对台湾无管辖治理权，伊哪会敢来拆这个军事武器？啊，蒋介石嘛，蒋经国个点点。是气甲要死啊！吼，尾啊无偌久，蒋介石就气甲气孔流血死啊！吼，啊，你看，安尼经营等于讲，迄个物件以后伊也夹着啊，足痛苦，佫唔敢挨啊！啊，所以你甲想，台湾若毋是美国个占领地，哪有可能安尼？啊，无伊他毋去北韩去甲金正恩，伊遐迄个核子武器个设施甲拆咧。啊！就去伊朗，甲伊朗的核武设施伊甲拆起来，拢唔敢，吼！因为迄北韩唔是美军的占领地，吼。过来，过来看，暂时的军事指挥权。你看韩国的目前的指挥官拢韩国人，副指挥官是美国人，但是到那南北韩战争起来发生的是对换。换美国的副指挥官会爬起来做指挥官哦，好，那战争的时候换美军咧带领作战啊，好，啊，台湾同款啊，台湾的三军的这个三军的指挥官嘛是美军太平洋司令的首领，因为呐，你甲看即个小琉球迄个，咱有一个船长去吕宋岛北平遮掠鱼啊，去互因的菲律宾的公务船。拍死，吼、哦！这个马英九就要展现伊的气魄，就派飞行机，哦，啊，结果飞行机派做 F-16载一只，啊，未拍就载落啊，幻象2000啊载一只，啊，结果伊派做咧基德舰，电管所上电管所挂的旗啊，是美国旗啊，挂上悬的迄个头家，中华民国的挂伫咧。一半的官多呀，安尼咱就知影讲，啥物人是头家啊嘛？啥物人有军事指挥权？好，有只看都看得出来。来，咱做一个小结：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哈，一切拢依法，当然是依因美国法啦，哈，啊嘛依因有利的法，哈 ，OK。我虽然是依法行事啊，哈，啊，美国总统是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唔敢违法。哦，另外，刚才尼克森，干那一个水门窃听案呢，都用纽约台啊，哈。因为因有立法，因为迄个国会参众议院，哈，啊，甲法院的监督，哈。OK， 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地位，哈，因是旁观者清。哇靠！要北京又要讲袂认真，我啉一下水。哦，旁观者，唔是旁观啦吼。旁观者清哦，当局者白吼。哦，刚刚这布袋戏咧讲诶，黄俊良咧讲拢作顺诶吼。来，人拢知啊，咱家己伫即个井底之蛙，咱家己拢看无吼。好，台湾人被蒙在鼓里啊，可怜啊，咱自细汉就拢互教讲咱是中国人。拢中国心，啊，这嘛是国民党搞好成功嘛？就是85%的台湾人竟然选出不到15%的中国人，吼、哦！你表示，就比如讲2300万，咱讲2000万是咱本土台湾人，300万是中国人，包括伊后代。啊，咱2000万人选出300万人，你表示其中有一半的人拢。自认为伊是中国人，因为咱你会记咱小学做一部后壁拢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哦，因中国人拢堂堂正，啊，咱拢歪歪曲曲，啊，伊拢安尼甲咱骗，哦，其实咱台湾人85%内底，你回家抽出来 DNA 基因，拢是平埔族，难道与世的人啊，不是高山族的血统啊？因为每一届有外国移民入来，譬如讲
西班牙还是荷兰人入来台湾了。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来占领台湾的台南地区，就把荷兰人赶走啊。荷兰人就无老人伫遮哦。换大清帝国，把这个反清复明的这个政治王朝给消灭，嘛，把伊惊讲，那这人无甲遣送回去中国，大清帝国会阁大家重新聚集，阁作乱，所以伊甲民政的这些官员、军公教人员拢全部拢刷回去中迄落大清帝国内底，无要留半，连骨头都乌断。哦，即阵咱台湾讲咧，有人捡骨，就是为遮来，看因拢咧乌骨头、乌的，咁要退断。结果，迄伫台湾遐家都拢偏偏落去海去啊！所以咱莫用骗伊。好，啊，你若看你日本时代遐个户政、迄个户口顶本，顶悬有真侪拢乌乌的，迄有诶。